这草牢了，再牢了它也来。哇塞，这万物长得疯了。这棵木瓜开始结果了，很小很小，周边给它清理清理。这个太阳在左边的左上边，你就这儿挡着挡着。不错不错不错，你做事做人很安静。新发现了一棵木瓜树，已经长得很大了，就这一棵。上面已经结了，哎呀，你看到了，原来有个树，你看这结的这是什么果实啊？哦，什么也不是，里面全是种的，它就看那百香果，这结多大呀！里边还有好几个呢。你看这开花了呢，这底下还有好几个呢。哦，你那个往左边弄一下，上面那个枝子往左边弄，这最高的这个。看到了。你看那底下有几个？看到了。这底下还有，让我砍一半。哎呀！这里头都是的，看那个棵子里边，你看这，那里边全是那个什么百香果，全是，结了好多，都在那草丛里，这一排都是。你这还摘了不少啊！大扁豆多大呀？
哈哈，啊，丰收了。就，哎，你这配肉了也可以炒一顿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就是颜色挺漂亮。就是要不要那个都无所谓，地点线气这么大，嗯，怎么得烤？那就这样。是。菜下不去嘛，这太可以了哈！这中间还得再扎一扎。什么？
该起来了。不用即刻啊，这点就进去了。它不是七口，它不是七口，你要给它做成一个七口。嗯，这还是打磨了，打磨完了之后漂亮。
咱们是不是？对啊，里面就是这样。你不到位。对，里面就是这样。但是还是。这个有点难度哦。零，完了，到这是五。卡在一个点擦是5.5，下面的5.5，对，这从5.5。
Perfect。一二三，这个现在还不能定，得把这边装完，装到最后才能定。嗯。今天好爽，小风呼呼的吹。小风。这个最后还要做细部的有一些这个找平和调整。这个大停车场做完了，六辆车是可以很轻松的。
反正是那个二维码的，很好。 那你说的还行，那个太这。
超近你还得往下挪一点。够。对。这个吗？他拔的。两把五。够足够足够。你看，看那看那看那表。你正好要去了。正好正好这会儿。哎。所以这个就堵住了，是吧？这个从这儿切，所以这还挂一个耳朵。
那头，好奇怪啊，复杂。你稍不注意，你砍就砍就掉。现在板子多，这个我板子也少，不行。行吧。嗯。就这样，一个一个一个的，这样钉一打就行了。那一个一个一个就拍过去了。线从那边进，一根钉一根一根等下来。初步告一段落。鸡也去羊吃的那个东西里头去凑热闹，他们现在比较融洽。又收了一颗南瓜，你这个南瓜已经老了，洗洗分割。中午南瓜炖牛肉，100%有机。漂亮的南瓜，特别硬。哦，你注意。比沙地还难。
尖尖小木瓜了。这牛肉炖这个叫什么南瓜啊，这个好好吃，真太好吃了，好久没有吃这么美味的东西了，真棒。这就是在那个山泉那边然后发现的一个植物，特别特别像那个松树，但是它不是，我一会儿查一下看看是啥。嗯，挺有意思，很漂亮。你闻闻，不是松树味道，闻不出来。这个主体的部分，这个桑拿板都已经扣完了，我再去把这个边儿都收一收。真，瀑布的声音。Okay.